见你，浪漫而澎湃的奇迹，交换了生命的诚意。青春它以你我全部的名义，打开沉默的程序，从此有自己也有个你，颠簸却兴奋，一起跑下去。心梗，我求求你了，闭嘴！他必须马上送医院，要不然他会死的。
骗你，再晚几分钟他就没命了。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你？不行，闭嘴！鉴于店内情况复杂，有一号根据现场情况统一调配指挥。各单位注意，接连警示接到突击。别动！动手了！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行动。快，有手雷！手雷！闪开！快闪开！是不会差的。你别害我，他刚才把那个火拆了，我看见了，他会炸的。松发式手雷拉掉保险，只要不松手也是没事的。他现在不是没炸吗？真的吗？真的。那现在怎么办？握紧他，我会带你出去。然后呢？换个地方让我炸死我！你不会死，我会把你带到防爆点。刚才挺勇敢的，做什么的呀？外科医生，我刚毕业。外科医生的手可不能抖。我控制不了，这是交感神经引起的神经内分泌作用。看来学习还不错。可是您再分泌的话，咱俩可就没了。我不分泌了。叫什么呀？米卡。还有姓米的呀？那我爸姓米，我怎么办啊？米医生，听好了，我现在需要你站起来，跟我走出去。我不可能，我走不动。万一走路上说他炸了怎么办？我一紧张，我就是来给爸妈买结婚纪念礼物的。我还没结婚呢，我也没有恋爱呢，我不能现在就死了。怎么我不喝？米医生，看着我，看着我。米医生，这事儿没这么复杂。你现在跟我走出去。说不定晚上还能一起吃个火锅什么的，但你要是不走，那咱俩就只能领盒饭了。听明白了吗？
相信我，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慢点，慢慢去。好。大伯。防爆队，准备！准备好了吗？我数三声，你放，我按，从木质开始。一、二、三。好，很好。接下来四分也是一样。食指，一、二、三。好，中指了。一、二、三。最后两根无名指，一、二、三，还有一根，坚持住，一、二、三。不是警察。知道你丢三落四的，早就给你放到包里了。听说我要没有你，我怎么办呀？哎呦，我最近急救院培训，一走要走好几天。嗯，你要照顾好自己啊。知道啦，米医生。走吧，吃饭来不及了。维生素、蛋白质、糖分精准搭配，今天呢？这以后谁要是娶了你，这不得幸福死啊！小妈，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的。我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
已经是第三次复发了。开刀、化疗、放疗，什么手段我都用过了。临到头了，我不想再挨刀子。我知道，我们米开想要做的事情，就一定会坚持下去。但是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实在不行，就让我走吧。实在是有点疼。不行，小时候我被狗咬，你救我。受了伤，留下一大块疤。现在我要救你，你不会走。全体所有人，如果这是真实发生的情况下的话，刚才的演习全体机组成员一共犯了四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哎，就这培训啊，估计也就走走过场，还搞个什么结业证，真多余，还跑到这警察训练基地来。这叫警民共建，你懂吗？我们医生都是需要学习紧急救援的，必须拿到这个结业证才行。新来的医生都得学。想当第一吗？第一个什么呀？第一，在劫机发生时没有人去按报警按钮通知驾驶舱。第一个拿不到结业证的。我怎么会拿不到呢？也是，这个训练啊，也就跟大学的那种军训差不多。第二，没有人敢与劫匪进行交流。弄清他们的目的，稳定他们的情绪。什么跑跑步啊，练习练习走走正步啊，集合前吃饭唱歌，团结就是力量。真的，你就看这地灰不拉几、土不溜秋的，估计也没什么高科技的东西。第三，缺乏对乘客的保护意识，小孩的哭喊声是特别容易激怒劫匪，所以要尽可能的把小孩转移到离劫匪距离较远的地方。谢谢哥哥。糟了，怎么了？这个院办贺主任，听说她的老公就是特警大队的大队长，也是因为他的关系，咱们才来这里应急救援培训的。知道你还胡说八道。第四。机组成员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贸然攻击劫匪，置人机安全于不顾，所以面对劫机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要激怒劫匪。这个两年一次的应急救援培训是我们医院一贯的传统，通过培训使学员掌握必要的技能，以便在发生自然灾害或者大规模的创伤事件时，你们可以提供有效的现场救援以及及时的医疗救护。我介绍一下这次的培训教官，是猛虎突击队的副队长树文波警官，大家欢迎。各位学员，你们好，我是你们这次培训的副教官树文波。
主管教官是我们的队长邢克磊，大家辛苦了，谢谢配合。这小子好帅呀，这会儿他俩秦克磊是他们的队长。哎，要是我能够被这么帅的人挟持，首先，我代表猛虎突击队，欢迎大家入营训练。其次，我宣布一下训练内容：本次应急救援培训。 把他烟拿上来。是。训练手册上写的很清楚，训练营不允许抽烟，这个东西我先替你保管，出营后找我来拿。不用了，哥，你留着抽吧。我是教官，不是你哥。 本次应急救援培训为封闭式培训，为期2周，理论课30%，实践课70%。课程内容包括体能训练、综合救援、创伤急救和综合模拟场景演练。我们都是医生，创伤急救这种还要他们教吗？就是浪费时间。都听清楚了吗？说。 我们能请假吗？这次是封闭式培训，晚上也会有临时的紧急集合，因此没有特殊原因不得擅自离开基地，请假必须要有请假条，由我们主管教官签字。就找你签字呗。我再重申一次，主管教官是我们的队长邢克磊。现在，所有人回宿舍换衣服，10分钟后操场集合。男女都要。 30。喝点水吧，两位美女。谢谢。好。哎，春涛，你怎么不帮我们俩拿瓶水啊？就是。去去去去去，我这腿已经无法支撑我站立了，拿不了。也是，我刚问教官了，一会儿就吃午饭了，我给你带了牛肉酱，一会儿拿给你啊。我不要。 我最近吃素，你昨天有没有吃素了？管我那么多！哎，你今天下午不是要请假吗？嗯，你好好想想吧。最近这个可是封闭式训练，那个树教官没那么容易让你出去。我也没想到会这么严，但是这邵雨涵博士是全球顶级的艾伦医学中心的神外专家，他这次来咱们医院做交流，我一定得向他能帮到小马。那就只能希望那个扑克脸通融一下了。 你们听说了吗？那个扑克脸不算什么，邢克磊才是极品变态。谁啊？就咱们的主教官邢克磊啊，人称灭霸，也在训练场上毁灭所有人为己任。上一届咱们两个师兄的结业证就差点被他腰斩了。据说这是龙虎突击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个队长，据说是立了一等功，破格提拔的。搞那么什么？嗯。 我跟你说，我可是见过最牛的特技，以寡敌众，毫不含糊。那面对手榴弹，抖都不抖的。那邢克磊在他面前，应该就是小猫猫。哎，总之天地有正气，有他没天理。亲爱的米卡同学，祝你好运，千万别被他。
那完了，我就叫米卡，他不卡我卡谁？估计会。大家准备集合，去吃午饭。舒教官，那个我们俩今天有点不舒服，下午的训练我们想请个假。培训不仅训练的是你们的体能，更重要的是意志，所以你们不能。哎呦，教官。我们两个来例假了，衣服都脏了。好，那批准吧。谢谢教官。可以啊，那当然。我张青青没什么在行的，除了对付男人，尤其是这种一说话就红耳根子的男人，最好对付。邢队长，谢谢你啊。我们这条国际航线呢，沿途经停的两个国家都是暴力活动高发区，而且机场管理也比较混乱。之前就发生过两起把违禁品和武器带上飞机的事情，你们能够来进行这个反劫机的训练，真是非常重要。这样我们的航班就有了很好的保障了。警民协作也是我们的工作。罗婷和李念下午会留下来教他们几招，我现在还有事，钱总。好，那再见。哎，你好，罗警官好。邢教官，两位辛苦了。请问我能加您一个微信吗？对啊，万一以后有事儿还可以向您请教呢。是啊，我也想加，我也想要。好。谢谢邢教官，谢谢。那就拜托了。那应该的。哎，训练怎么样？我马上回去。后面的都跟上。同学们，跑起来，坚持就是胜利。坚持住，后面的跟上。加油，没事啊，失败也是成功之母。我实在是跑不动了，我这里我跑完等一下是要完全请假。哎，他是跑马拉松的吗？你不知道吗？舒教官，我下午有特别重要的事，麻烦您能批准我出去吗？入营手册上写的很清楚，出营要向主教官请假。那主教官在哪？还没来。那他不负责任，你不能为难我呀。大宝宝，微信行吗？这不符合规定。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但纪律也是死的，是绝对服从。喝点水吧。不喝。喝点吧。不想喝。请到假了吗？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啊！不行，我今天必须去见少主任。那怎么办啊？偷跑！小点声，这刚点完名，一会儿半会儿呢，他是不会再点名了。我就趁着大家一起跑下山的时候，我就偷偷溜走。不行啊！不行也行啊，我只能赌一把了。
看什么呢？什么年头了，还有女土匪？想抢点什么呀？我着急去仁心医院，您能捎我一段吗？我实在打不到车了。上车吧。谢谢。怎么在这儿啊？哦，我是那个仁心医院的医生，然后在这附近的特警队集训的。你是做什么的？警察。跟你们单位还真有缘分。叫什么呀？我叫米卡。叫什么呀？米卡。哎，还有姓米的呀？哎，我爸姓米，我怎么办啊？米卡。训练怎么样？就是一些基础的体能训练，挺形式主义的吧。有很多人可能就是想拿个结业证，然后评个职称啊什么的。你是这么想？我没那么想，我是希望以后真的能上了急救的战场，能学以致用，不拖后腿。还挺实在。哎，谁教你们呀？树教官。他怎么样？教的好吗？挺好的，兢兢业业的。稍微有点轴吧。不过听说他比那个邢克磊强多了。为什么这么说呀？邢克磊是主教官，那一整天都没露过面，我觉得他特别不负责任。而且请假还必须找他签字，害得我差点没出来。那你现在是？我后来是打电话。我跟你说，这个邢科磊，我觉得他也不怎么样。哦，是吧？那你们私底下怎么说他呀？据说就是他特别凶，然后在训练场上的时候就以毁灭我们为己任，见到他毕竟要鬼还吓人呢。哦。哎，他不会是你领导吧？凭什么他是领导，我是下属啊？你年纪这么小，怎么可能当上领导啊？哎呦，怎么堵车了呀？着急啊？我怕赶不上了。坐好了。说邢克磊的那个事儿，你别跟他说，要不然我倒霉了。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跟别人说的。还有，我怎么给你钱啊？微信转账可以吗？不用了，我又不是来拉活的。行，下车吧。那谢谢你啊，那有缘再见。刚开始吧，对，邵医生已经进那个手术室了，纸包也准备好了。然后他们领导正在讨论呢。好，我拿一下。米卡，这回可是省外主治医生以上级别才能参加。注意点都在那手术直播呢，谁看我呢？开始吧。
患者年龄太小，我觉得还是风险太大。低龄患者做清醒开颅手术，全球案例不到100宗，麻醉要求高，手术难度大。莫小辉，我们在你的左颞呢发现了一个瘤体，这个瘤体很靠近你的大脑语言功能区，所以我们决定给你做一个腹中唤醒手术，你明白吗？明白。好，一会儿让麻醉医生先给你麻醉，麻醉之后我们先开颅，开颅之后再叫醒你，我们继续进行手术，可以吧？可以。放松点，小手术。开始麻醉。好的。是啊，患者年纪啊实在是太小了，我们现在还无法预估以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否能保证在清醒的状态之下来完成像这样的高难度的开颅手术啊。患者的肿瘤接近他的运动预言区域，传导手术确实风险很大，会破坏他心血功能，邵医生的考虑不是没有道理。患者现在进入浅睡眠了，地麻醉深度下手术会引起癫痫，万一术中抽搐就麻烦了。邵医生，病人的骨瓣已经卸下了，降低麻醉深度。好的，帮我用冰水清洗脑部。是。测试他的左手功能。好，莫小辉，你试着动一下你的左手。没有问题。邵医生，癫痫了。院长，他如果选择的是传统开颅手术，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是啊，要是患者持续抽搐，必然对脑功能有严重影响。这个有些复杂。用冰盐水冲洗术区，降低皮肤性刺激。他事先准备的冰盐水是关键。邵医生，病人脑部恢复稳定。继续。小丽，啊，帮我测试一下他的右手功能。是。莫小辉，你一边捏一边数数。明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邵医生，病人右手出现了轻微的麻痹。是不是要停止手术？继续。对。患者出现手部麻痹，说明肿瘤已经非常接近他控制他手部的神经，据悉切除风险太大。院长，这个方案呢是有点太冒进了呀。邵医生，已经切除了80%的肿瘤了，还要继续吗？我说继续。是，继续。手术完成，加深麻醉深度。
邵医生啊，不是冒进，是他之前做了所有的医院，把恶性肿瘤控制在5%以下，对病人后续有效生存时间至关重要。邵医生出来。张院长，邵医生，辛苦你了。在各种功能没有遭到破坏的前提下，你最大程度把患者的恶性肿瘤给切除了，为患者提供了最大的生机。医学发展到今天呢，我觉得不光是要让病患活着，还要活得很有尊严。不辛苦，这是我应该做的。邵医生，您的手太稳了，我要是有你一半的功力就好了。对呀，刚才多险呢，幸亏你随机应变。你就是我们大家的偶像，来鼓掌。张扬是吧？是。病人呢，只有脑癫，在术中发生抽搐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个是可以预见的，所以这不是随机应变，是要在术前对每一个有可能突发的状况做最详尽的预案。像你刚才说的，手稳这个事儿靠练，不是靠嘴说。好了，张院长，我们去看一下 ICU 的病人。对你太依赖，命中注定是我。